看来出现了很有趣的情况呢，哇，真的不再考虑一下吗？耶，你们接下来万分辛苦，却又徒劳无功的样子，我有些不忍心见到呢。 如果只身应对，这的确是棘手的情形。但现在，怒吼吧，举例伽罗！想必不用担心。 现在你必须亲自下场，青石之律者。于心不忍，而不是没有把握呢。既然你们无论如何都不相信，我也只能勉强试着证明一下了。只不过这一次，你觉得用谁的生命来证明会比较好呢？ 小姐，这已经绝非超出英杰所能形容的程度了。怎么样？现在看来，我所说的一切是不是也没有那么难以置信了？